无极集团真正的 key man 是张君南 boss， 伊一看到我就杀掉我，我问我甲伊当做业务朋友。张 boss 啊，你敢真正对这林子炫这么温柔体贴？你确实有在搞，有什么意见？江中林啊，因为知影家己得着脑瘤，所以就要找超强甲超越来做转型术。你袂用遐啊动着阿冠，啊那无，我这条老命绝对赔。江中林，你这个精神，你先把到底道歉赔你，我只要生个死样子。江中林对咱来讲真重要，伊免出代志啊。等我叫江中林处理一下，不料都要剩下。以前你过到这尔无欢喜，你哪都无想过要离开江家？我已经找到安破路相关的杀手，而且对阮真有利，绝对会当逆转战局。啊，那有这个随身碟吊饰啊？敢讲这内底有啥物特别物件？跟安破路有关系一挂证据，你敢有照我的吩咐去处理掉？还是讲你让我，是要留一挂证据在手头，准备以后来威胁我？怎么扣到爆呢？一声，我翻身的机会又来啊！陈东俊手头是有啥物证据，会当去威胁陈忠信？你手头真正有证据，你紧提出来！我嘛是要讨一寡保障啦。啥物保障啊？把黑旗集团的负责人啊委托给我，那安尼我就会做一下，会当把黑旗集团起诉回信的证据提出来给恁啊。原来这一条路是阿姨在主导主演，我希望就要走就好。